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咱们下次再来。好，可不啦。看呐，好看呐。那个姜片没有下。阿飞，你飞，你接来。好，我那个开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仔，在这里呢，刚抽完的鱼，现在我们就来搞野炊。啊，翁斌，你去搞点那个柴火。我先去把这个铁锅放到上面去，然后起火烧油。我也跟他一起去捡桥啊。好，走吧。柴火找到了。你给他养没我养没养活不了了。全部加起不？嗯，好。啊，好，干就完了。哇！我已经煮得很烂了，咱们先试一下。吃，来。饭来了啦！挑重点么子嘞？好，好，对对对。好烫的了哈，你看，嗯，好烫，看，不过唔够辣，嗯，烫够了，唔够，是唔够辣吗？他们说还不够辣。哇，这个味道刚刚好。威力棍，威力棍，威力棍，威力棍。下个星期咱们再来盘它。盘它，盘它。哇，好吃啊！好吃。阿哥，很好。嗯。阿哥，先喝点水。哇，可不啦！烫啊，好烫啊！哇，好烫！哇，上！姜啊，姜，好吃啦！好吃。哎，干巴，干巴，辣的。啊，辣，你有辣没？干巴，辣，辣。哇，好喝啊！嗯，好喝、啊。嗯，我好浪漫哦。嗯。过瘾吗，小 B？ 过瘾啊！过瘾，过瘾。啊！过瘾。下个星期六再跟我出门。好。啊。好。
再找个可以抽水的地方，嗯，咱们继续盘它。好啊。啊，有的吃，他一句话都不说。爽吗？爽，爽。下次再来盘它。好，好，不过不够辣。小静静要加把劲啊，多吃点。他听到今天中午咱们要搞野炊，他今天中午的饭都不吃了。好聪明的小伙子。今年小静静才16岁，你看发育不正常，这么小。多吃点啊，吃多点的，看到吗？哎，勇啊的。好。退去。小心哦。小心。你小心啊。不够。还不够呀？嗯。还说不够吃。咱们下次搞也搞多一点。这里有6斤多，有没有？有啊。6斤多还不够吃。哇。嗯，把头。那没把肚子最强的地方被夹到那里必须的。没有啦。干他。哇。爽。把汗都没到。爽。爽。从头到尾一句话都不说，只顾着吃。哇。哦，没有了。毛肉饱了。给吧。不够很给。很给吧。很给孩子了。6斤多。汤也要一半。6斤多还不够吃。那个汤都被他们喝下一半了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喜欢 M 仔的视频，请问 M 仔点个赞，点个赞，点个赞，点个赞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咱们下次再来。好，水库我还会回来的。走了。海钓不冲浪喽！那个姜片没有下，都吃完了，咱们留下次。